生，然后我想要跟班导说教师节快乐，然后我要好好把我班长工作做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开始。大西瓜，我很喜欢睡觉，教师节快乐。你这个月的教导，我在你的课睡了很多觉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真的睡饱。虽然我们还跟你不熟，有时候会表现得很害羞，但是我们会尽量把自己的分内事都做好，然后我们也不会违反校规，像例如玩手机。